当然啊，无老米死的白，你理我，哦，无老米早杀的你，你理我，收钱的，哦，你的你理我的，我们的，你那个嘛，你理我的，啥意思啊？哎喽，你可以做，因为啥呢？不得了，所以有阿弟弟努力的对吧？哎喽，我嘛，我家呢，阿表弟呢，就那路地可以的，那都来回来。就如讲北京嘛嘞，那出一米步，然后不露表表，应该来露表也说的进来，那就如可以立马洗两把皮吧嘞，然后哦，这个老宋，就那技术点刚表进来了，他这个第六楼安的个，那那么困难，我先谈他的比较，他这个我到维修方面是一般努力啵，哎，你做是一般努力嘛，就那你的你妈的呀，你比较，就那路苏亚欧，就那路个。牛股，哦，我们不牛逼的，阿皮里的对，第一手品的对吧？你那个嘛的阿罗，再有那个他们牛逼的哦，六百的皮包的阿罗，几乎就是那个样的，你给我做吧。先生，老李，老杨，什么啊？标价八百元，你啥小品，评价一百二十。好，抓哪家的呀？你把面嘞，把大米都熬了，你个老百姓。好，哎呀，都罗里个，都罗伊个，阿爹爹哩哟，都罗 Facebook page 嘛，点嘞，然后比较个大咯，哎，第一下我们都啦，可能是阿婆啦，第二下手比较，妈嘞，风味在比较点嘞，要么到马路卡，这马路有卡啦不，哎，放大一下，那啥样的东西嘞，鼓励起来嘛咯。哎，一个人有十块米，而且送来几啊，就送来几来看嘛。跟老三的，哎，一个人有多米吃的。
Thank you.